妈，请您坐。就是你对我的疼惜。说来，就要讨论分财产的代志啊！就让你兄弟去处理啊！啊，你这土地哦，啊，若卖掉，差不多价值偌济钱啊？十几亿啊！十几亿，这么多哦，桂姐，你这嘛就是要千金小姐，难道嘛算是豪门呐、啊？领导，我有煮一罐菜头阿妹哦，陈小姐。哎呦，豆豆我吃啦，卖真是遐尼凶啦！你想我痛着哪好看？卡主人来用我这卖一切，换掉来我少年的机会，我绝对无惜了一切的代价，甲换掉来，安尼我就袂失去你啊！麦子，你头才讲完，你要怎？卡路，麦子，哎，我无代志，等我放过。今仔日哦，南小卡手紧，早就忙忘掉啊。哟，感谢你保护我。我会保你一世人啊。蔡小叶，你是在想啥？蔡大富是你的小弟呢。你讲我叫潘龙娘去，是你把我救的。是关怎？去当救我的人，明明是这两天我的主人。但是遐杜瑞德，我自头到尾拢无提起杜瑞德，你有啥物讲呢？爱是这么深。